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泰盛餐饮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诺宾的桌上型升降炸炉，型号为 NTT81。我们先从外观来认识它。外观尺寸为宽 35.1 公分，深 57.6 公分，高 42.1 公分。我们来一一介绍它的部件。这个为我们的炸物放置栏，尺寸为宽19 公分，深24 公分，高14 公分，使用单向220V 的电压。所以我们的炸物放置栏层架以及我们的可掀式把手，以方便我们更好的清理炸炉，我们的加热管以及温度感知器。把手这边有两个耳环，可以方便于我们拿起我们的炸物内栏。再来，电源开关键，先开启之后会听到 B 一声，再来一下我们的开始键，就会进入到待机模式。一开始看到的是我们的油温，再点击一下温度计，温度计是我们可以探索炉内的温度。第二个为我们的设定温度，再来是 Probe 是我们的设定键，以及我们的炸炉上下升降的按键。好，看到这两个是我们的加分量，加小份跟加大份的量，有九种记忆模组。今天只要按下 Probe 大概5秒钟，就可以进入到设定模式，有九种可以设定。当我们按下菜单，再一开始是为时间，再一下是我们的温度，再一下有可以进入到第二段烹调，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想要的时间，再设定我们想要的温度，再一下可以进入到第三段。当我们设定完成之后，按下 Probe 就可以储存到我们的菜单内。再来看到零，零为手动加热，可以设定我们的时间。再来设定温度，当我们设定完温度之后按下铃，它就会自动加热到我们一开始设定的温度。这是这台炸炉的大致介绍，谢谢大家。